巴切克，你能帮我把拖鞋拿过来吗？谢谢。麦克风打开了吗？一二，一二，测试。烂东西！实验品，欢迎你们。做好准备协助我，不然就成为我化身为神的牺牲品。活到将它解锁的时候吗？我很怀疑。上锁了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又选一个毫无思想的存在，经我之手获得了价值。你们的能耐不仅如此吧，所有劣等生物都可受益于我的主宰。又一个让你们害怕的理由。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么迟钝的实验品上。你的生命毫无价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